2020年11月11日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、观世音菩萨了解众生的苦，所以发大悲心救度众生，以大智慧、大勇猛、大精进、大丈夫一样无所畏惧的光明境界广度娑婆国土有缘众生。诸佛皆赞叹释迦牟尼佛，任何一个人想要成佛，必要无所畏惧，心中无限光明，广行十度般若，这就是大乘佛教。释迦牟尼佛对于心灵法门共修会的负责人要记住了，佛菩萨爱众生，所以恒常发悲心，理解众生，以智慧去度众生。别人对你们敬重，你们更应该去感恩他们，爱他们，切记不要因为学佛念经度人多了而起共高我慢之心，这是要不得的心态。共修组的诸佛弟子，以我的话语为戒，你师父是广爱苦难众生，悲悯之心是诸佛都可以替他做正量的，你们要学你师父啊。弟子马来西亚，2020年11月11日。